接下来有请的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位姑娘啊。在有请她之前，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：今年十一，大家最兴奋、最激动的月饼，月饼，看月饼是吧？对啊，这位姑娘据说是参加完阅兵回来的。哎呦，好，来，我们掌声有请姑娘上场。就是我的芭比，就是你的芭比吧，我要长得单恋人，我一辈子的心爱你，爱情的爱。好，我叫傅珊珊，来自吉林省梅河口市。我的爱情宣言是高度服从男友指挥，全心全意为男友服务。好，来看一下第一个短片，了解一下。我叫傅珊珊，今年26岁，是北京一家快递公司的职员。今年的10月1日是我人生当中最有荣誉感的一天。那天我参加了群众游行，当我看到吉林的彩车从我眼前开过的时候，我为我的家乡自豪。一次受阅，终身光荣，同时也为我的北漂生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。我呢，算是一个宅女吧，曾经在家待了半个月没出门，每天就是点点外卖，看看电视。我是个路痴，不光方向感差，分不清东南西北，就连导航也会走丢。朋友们给我起了个外号，叫撒手没。我曾经最丢人的事情呢，就是考驾驶证的时候，在自己家小区后门走丢了，最后还是打车回家的。说起来确实是很尴尬。台上的小伙们，你们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让我不走丢呢？你好，江帅。那个美女你好，那个听说你那个刚在北京看完阅兵回来，那个据我所知咱台上有当兵的，你想不想看看咱男嘉宾的风采？是这样啊，首先呢，我是参与而不是看，是参与其中的游行，是幸福生活方队。哦，幸福生活方队，有多少人？大概3000多人。哦，是这样啊。那美女，我想问问你，想不想看看咱台上的兵哥哥这个给你展现一下的这个正步的气势？如果有的话，很想呀。那个，恰巧我就是江帅啊。台上都有谁是当过兵的呀？我15号，我比他强太多了。你当兵前，我已经是第5年兵了，你就在我面前是个弟弟，新兵蛋子，快叫班长来。搁部队，军人素质排第一才是叫强。对，有一个有一种叫兵王吗？对。在部队前有句话，是骡子是马，咱牵出来溜溜，不服下台整两下子，是不是？行。有请俩兵哥哥。哎呀，太吓人了啊。还没等说斌哥咋样呢，你俩就一个劲儿的，就是着急在家。不行，我得跟他争一下子，兄弟。啊！我不服他。真正碰到喜欢的女孩的，谁也不好使。不对，说一句话：强者为安，败者寇。骡子是马，牵着溜溜来。你俩想要干啥呀？姑娘，你想看啥？斌哥哥踢正步吧，我觉得那个时候是很帅很帅的。Round one， 正步走。有一点不协调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是骡子是马，咱牵出来溜溜，不下台整两下子，是不是？强者为安，败者寇。
你们再给展示点别的，让他再感觉感觉。就硬朗的。对。硬朗的。对。倒弓。3、2、1，倒。我的心都嘚瑟，脱皮脱骨不掉泪，流血流汗不流泪，这就是当兵的气质。掉皮掉肉不掉队。俩兵哥哥出列，让大家感受到的是军人的这种魅力和力量啊！怎么样，姑娘？就很帅，很帅啊！谢谢，你看，谢谢啊！他是我全不算，你多留意我啊，美女。好的，我看好你。你还看好我？还看好了呢。哎，我看不上你，我主要是看人家。我跟你说，咱俩就闹掰了。你们俩对姑娘的感觉咋样？我是挺喜欢的啊。我也挺喜欢的。然后你呢？喜欢到什么程度？喜欢到什么程度？哪儿好？觉得她哪儿好？那好像瞅哪儿都好呢。啊，不敢瞅。我也瞅哪儿都好。你瞅我好不好？我瞅你不好。你咋地？来。谢谢两位，谢谢谢谢啊，谢谢啊，谢谢谢谢。